拜拜拜拜拜，立棍来了。保镖李鱼是普二条杨七，去我办公室。去呗。不在不在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还在这儿挺美呢，期中考试都敢不参加，连胡子还没长全呢就敢跟学校作对。胡子我早上刚刮的。做什么？再说一遍，笑。都自身难保了，还在这儿英雄救美呢。你们几个就是因为这种毫无来由不讲原则的假仗义，才会导致期中考试集体包庇杨晓和美作弊的恶劣情境的发生。您就说到底怎么着吧，是重新考试还是集体处分，给个痛快话。那好，感觉你是刚打完一场胜仗过来邀功的。看看，这是你们班平时倒数前几名的卷子，辉英学校这么难的题，成绩竟然刷刷刷的上去了。这次不光你们班，整个育才高三年级的考试成绩大幅度提高的令人啧舌。我现在一直是怀疑考试前有人是去了慧英学校偷了试卷。偷试卷加作弊，有些人是想再被开除一次吧。有些人，您直接说我不就行了吗？从慧英到我们学校只有你一个吧，慧英的环境、老师办公室的位置你是再熟悉不过了。是，我是从慧英来的，那就非得是偷吗？就不能是因为我熟悉回应帮大家一起复习？怎么就帮得这么好？最难的知识点全年级70%的人全答对了。进来。主任，麻烦您来一下。关于老师怀疑你偷卷子的事，老师向你道歉。用不着。华彪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跟慧英学校的同学互相帮助学习是件好事，但这仅仅止于学习本身，联合起来去外面冒充大学生做家教，这是违背校规的。好，我明白了，你想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。你给我站住！我今天必须把这个事情的严重性跟你说清楚。你这不单单是违规，对其他学生家长来讲，你这就是诈骗。哪个学生家长不是从牙缝里抠出来那点东西给孩子的，为的就是请个够资格的家教？我不够吗？我教过的所有学生成绩都上涨了。我给你一次机会把原因跟我说清楚，如果是正当的，这件事就结束在我这个办公室里。没原因。站住！必须说清楚。钱，我需要钱。华彪，孔老师，我这个班长撤了吧。师父，对不起，因为我，你们一定受到老师责罚了吧？华彪好不容易弄来的知识点，大家一起那么努力的复习，却因为我的慌张不自信毁于一旦。
我说我真的非常努力了，可是就是不行。我真的是一个很笨的朋友，况且现在这个很笨的朋友还把你们拉下了水。我妈常说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，现在除了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能和你们说些什么。我连和你们站在一起接受惩罚的机会都没有，我觉得自己再也不配做你们的好朋友了，给大家添麻烦了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等到有一天我也能帮助到大家的时候，我们再做朋友吧。杨小和美，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？准备好了吗？妥妥的。没见着哪儿啊？我着火了是吧？好像是前面。前面吗？前面着火了。哎，好像是，是不是着火了？哪儿啊？前面着火了吗？没见呐，哪儿啊？是前面，前面，前面。没见呐。没见呐。哦，那好像是那边吧。为什么呀？走啊，多好玩！快下水去玩。何美，都是为了你我才包场的，你开心一点嘛。我现在怎么高兴得起来嘛？你先别想那么多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咱们先玩个痛快吧。你就想，明天就是世界末日，今天你要不挑战一下人生极限，多亏啊！我风光好嘞，赶紧下来痛快啊！对呀，走了，走了。好了，杨旭哥，你们自己玩吧。也许就这样才显出胜负。哎，别过来，你干嘛？哎，站住，我回来了。有些事情因为是好朋友，不必说破，无需多言，也许不能给你带来更多幸福，但只要有我们在，就不会让你更加难过。你帮我包场二条，小意思啊！彪哥，谢谢你！哇！哎呦，这烧了有50度了，这那是哪吒。这不是打个比方吗？这，我看看。哎，你也是，你说你没事半夜带他去游什么游？烧的是挺厉害。赖得着我吗？都去了呀，我怎么没发烧？杜伟梅，过来看看，
这什么呀？啊！我这什么呀？是不是游泳池的水不干净，感染病毒了？你有点常识好不好？这是水痘。哎呦，传染！哦妈，我想起来了，前两天我们二班有个同学得水痘了，放学的时候还全校消毒来着。哎呀，想想咱家谁得过，你我都得过是吧？你赶紧去给老李打个电话，他别回来了。我给他爸打电话，要是他没得过，让李玉住我们家。对对对，你记得我得过。哎呀，那时候你还小呢，你住杨鑫房间，杨鑫你住杨昭房间啊。哎，老杨，笑什么笑啊？你小孩要多吃点肉，现在也不至于变。卧室是你的，爸妈也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好，那就都是我的。渴了吧？给你倒杯水。由于这次呢，咱们学校水痘爆发的面积比较大，光咱们这一个班就有七个同学，所以学校临时决定给大家放假一周。安静！我就怕这个，一说放假就跟放了羊似的。现在这个时候，不要说一周，一分一秒都得抓紧时间，知不知道？所以我决定了，我呢跟班长，每天晚上到各位同学家里给大家补课。老师，你得过水痘吗？你别再给传染了。王丹丹同学，起立。我告诉你们，现在不要说是我得水痘，只要你们成绩能上去，我孔小军成植物人我都愿意。班长，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，咱们研究一下补课计划表啊。下课。这个是我制作的补课时间表，你看看你方不方便？白天我叫你来我办公室，你怎么不来啊？这班长还当不当？孔老师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这班长啊，我就不当了。好，咱先不说这个。华彪，你是班里的学习最好的。孔老师请求你帮助孔老师，帮助全班同学。答不答应？哎，老师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两栋高楼就是白云鹏还有芳芳他们家，往后拐那个就是高支行他们家，就稍微矮一点那栋，看见了吧？他们家里有老人，所以你每次呢先去他们家，再往左看，左边往东100米，再往西拐20米，就是刘贝斯他们家，还有这边汇英东路陈淑泽花园小区，他们家呢对面有一个饺子馆，也是非常好找，地标很明显。孔老师，你这够熟的呀。那当然了，我是高三三班的活地图嘛，整个这边还有李鱼还有杨希他们家都归你管了，我呢管这半边。那黄登登他们家离那么远，光坐车都得1小时，你怎么过去啊？我骑自行车到公交站啊。就是你得辛苦你了。我没事儿，应该的。来，咱俩坐着歇会儿。
华表，咱甭管怎么玩怎么闹，在老师心里头你都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男子汉，也正是这份责任感，所以我这么坚持让你当班长。但同时老师感到自豪，也感到很惭愧。我纵然是高三三班的活地图，但是却不知道你家庭状况这么不好。这事跟您没关系，咱别说这么沉重。哎，怎么没关系啊？以前我不知道那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儿，但现在我知道了，就成了咱俩的事儿。哎，你答应老师，让老师帮帮你，好不好？这是人家给我的，我也不爱吃这个，你就拿着吃。哎，另外去人同学家千万别在人家吃饭，甭给人添麻烦。孔老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走了啊，你回家自己也注意安全。你说这些同学怎么，这水痘怎么就突然就爆发了？注意安全啊。孔老师，别再埋怨水痘了，如果不是他，我还不知道做你的学生原来是一件幸福的事儿。香港四大天王之一黎明不久前结束的广州演唱会可谓是空前盛世，不少的追星族为了拿到黎明的亲笔签名而抢破了头。那么最后这唯一一张黎天王的亲笔签名花落哪一家呢？我是专门从外地跑过来的，我是育才中学高三三班的学生，我叫司徒二条。我爱黎明，我爱黎天王。请问这位同学，黎明签名是跟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但是我们拥抱了五分钟，我和黎明拥抱了五分钟。我爱黎明。祝贺这位专程从外地跑来看演唱会的高中生。那么刚刚呢，我们也得到消息，黎明因为演唱会过于疲劳，抵抗力下降，感染了水痘，回到香港闭关静养。在此，我们也衷心祝愿黎天王尽快好起来。你边缘位，你是黎明吗？你想同我讲乜嘢啊？你看这就是你，我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啊！你得要记住，你得要记住，因为有你才能成长更加。再打别接了啊，别露馅了。黎超同学，希望你同你好好说说啊，听听放松。